大家好，我系梁启尖 Jimmy，我系一个急症科医生。我啱啱完成咗无国界医生喺也门嘅一个紧急救援任务。我参与咗一个急症室嘅项目，处理咗好多受战乱影响嘅伤者同埋病患。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支持无国界医生嘅人道救援工作。嚟紧我会写一个 blog，希望大家可以继续密切留意住无国界医生嘅网页同埋 Facebook。